那今天第七场是欧三要跟大家讲 Edge， 好 Edge， 有最近应该有在关注这种相关新闻的，应该有常常听到这个字啊。那据说，因为麦克风就在你后面，小心麦克就在你后面。其实在讲 Edge 之前，还想稍微说一下。像 Edge 这个是号称俄罗斯最大的搜索，然后就是 Google 服务，它是一个没有地图的，然后他们也出了一个浏览器，但是我刚装的时候发现它不知道从 Chrome 还是 Firefox 就把我的那个 Gmail 的登录的 session 就直接过去用啊，没有开去，就是他连分页都封过去之后，我的 Gmail 就直接在那里打开，我的地方好可怕。然后 Edge 它其实拿掉很多东西哦，像就是以前不太标准的，像 Cross Style， 然后 UV2， 对对，然后这边有两，但是我们去 Normal 那边拿掉，然后 Edge X 也拿掉，这个比较多人知道，就是它真的拿掉很多东西。它目前就是有十座很多新的标准，它大概分成三个 priority。那第零的 priority 当然就是以前已经是月的标准，然后它再来就是那 priority one， 就是已经现在有的网站在用，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有的关注，然后剩下就是最后。那他们除此之外还做了很多的小的 party， 那它。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有四千多个的发布分析，那他看之前的猜的人会被引进，相较之下就是他们其实在秘密的开发包开发的时候，他们砍了22万耳后，然后但是又新增了30万耳后，都在做新的事，然后下面有其他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当初的 mode 也都拿掉，就是以前的六个当初的有那个标准有相同，然后来各式各样的，然后现在只剩一个，然后再来就 API， 就是 IE 自己的那些 API 有600多个都拿掉。再来到我们这一整体的部分，那这个名字叫查克拉，对，查克拉是怎么有一个的话可以去看过。我应该知道。有一些功能是他们其他几家已经做过的，但是还没有打开，像这个跟 Apple Token 之类的，就是我其实还不确定是为什么还没有开，我当时都没有试做。你那对。这个演讲他还有在讲到一些是那个，他做的一些最佳化，那像是我之前有讲到太空，那上边就是他讲以前那个，这种物件就是左边一个物件有 A、B 两个属性，左边两个他所以他们同一个 type， 那右边有 A、B、C 就会当成不同 type， 就是他上一版是这样子。
那他现在新版他有办法做到，就是如果我是 AB 看有 AB 两个属性看有 ABC 三个属性的这两个物件，它是会用相似的那种物件类型来做最佳化，就它不会因为那个属性完全那属性只差一个就说它完全是不一样的菜谱，然后就产生另外两个菜谱的因子来处理。那我们正在讲现实世界这种技术有多少？那这一页正在讲，就是如果你是写 TypeScript 的话，就是它是因为你的程式码就会演进的太多，然后投票出来这些在 Edge 上跑，或者在 IE 上跑，还要快成10倍。那这个在讲他另外一个讲话，在讲他对那个 Minimax 的控制也有时候会写这些话，不过这个他没有讲原因，所以我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有一些分别上。那这边在讲那个电影，他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做 EMT， 包括一些已经提出来要看的东西，像是这边下面有人他觉得他好吃，但这个系列很早以前就出来，但是一直还没有定。那这个是在讲一个在做那个 3D 绘图比较有，比较有机会碰到，就是那个我下一个是他做谷歌的运算，就是用 CPU Mason 的。那这个他有个 demo， 这个是 CPU 有个 SIM， 就是一个指令，然后四一个指令，然后四个运算。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做那个我好像最新的绘图，然后。这是两位在你的速度是 FPS， 那它加上去之后大家可以提升我这个想法。这个是对那种可能做游戏啊那些 Blender 一过来就会他们的。还有 ASNZ 他们现在也有资源。但是预测没有办法。那些网友都跟着说可以把它放下去。你可以接 HDMI， 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我有线吗？有线啊，有线啊，你就直接把 Chromecast 拔掉，装 HDMI 就好。对对对，很像啊。那它其实现在这个网址是 save 到 Mountain Top ID， 然后这个网址就这个网站它的这边图有蛮多页面可看，那这一页是。这个是哪里？这个 status， 然后就会列出大量的新的那种标准，网络标准，然后它后面写那个 Edge 的资源的状况，然后就可以看到非常多东西，就是大家用。它如果写 Edge 就是一瓦资源，然后还要分 consideration 它的。正在发抖，大概有四种方法，然后还跟他们没有打算自己的机再来是，就是如果要做测试的话，他们有，以前他们是提供那个数据嘛，然后现在他们改成用，他们的那个云端服务叫什么 ？Azure。不是，对，其实还有那个是 Angel， 有的路之后就可以去注册一个，就可以去注册一个免费的 Angel App， 然后等下可以 demo 一下，然后先继续玩。那其他我今天介绍的是一个那个 Edge 本身为什么？那其实它几个是按那个网络的新技术有关。那第一个是它有九一场控的是那个 Edge SDG， 那这个是讲还非常新的 SDG 的相关的东西。那第二个是那个问答里有写过都有的模型在做什么？那他们其实有一个 demo 是在做游戏的声音的输出，那就是好多个音格，然后
核心的程序。对啊，那我以前工作上有用到这个 API， 那 API 其实还蛮核心的。那我那时候是做这一场大厂，然后去做让人本身或写，然后他可以做大众大众，然后再产生 RPA 档小程序。那因为掉下成立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只做到那个团队的事情。可是像刚刚你讲的那些东西，就是单纯在 browser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对对对，嗯嗯，对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测试的部分，然后切到 HDMI 线。HDMI 线可以把它拿下来。HDMI 的线，对，是吧？对，要把从开始拔起来。程序，可是要那种双 HDMI 的。好，但是寿司。等一下，哥，没有，没。哎，信号状态关闭，有吗？有，好像有。是。我刚刚先拔了。我先拔了。可是刚刚那个网址的地方去注册，然后搬家往下的地方，在做什么？做 Facebook。然后假设有一天已经弄好以后，他这边就会列出来你们的人类。它里面只有提供 Edge 吗？还是有放这个 Edge 吗？它放什么？更不值得跟它 Edge。OK。八。哦，我好奇是说有没有别的 IE 版本？哎，目前没有。我觉得这个不好使。OK。的新的上新方案。然后它就会是个游戏方式。这个做法，原则上就是以前那个用 Virtual Box 那个无痕模式，它里面授权多少时间限制，哦，那就会过期，所以就要重下。那其实很消耗那个保护屏幕。那这样子，它就只有开一个那个 IE 手，所以其实看不到多少东西。OK， 好。然后这个就可以带到开发功能，然后这个就是它之前的代理商的，它长得其实比较先进的，就是保罗这个系列的开发功能，对，就是像我们那一些的话，其实就是上去弄一下就可以直接看，不过如果环境太慢的话，就还是会不太行。那这样复制啊，那些都可以过去吗？我没有复制网址进去，我都会打。OK。不过我觉得是可以的，算是。你自己在用浏览器打字吗？这个吗？刚好是啊。刚好是哦，是哦。为什么有差一个？不是你的 tab 看起来跟这个吗？这个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后面在后面没有吗？现在的第三层是四窗，
现在的第三，刚对这第三层的视窗，再往下，再往下，就是蓝色的后面 ，H 后面那一个，那个对，它是什么？压的一层。哦 ，OK，OK，OK，、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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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刚讲的。我们要到进去，哎，进去，上面，哎，可以先上，可以了，哦，好，对。但是反应在跟在这边反应，我在家里稍微好。OK。因为它机器都在网络上面。啊，这样。好。谢谢。感谢。